昨天为止啊，跟各位所谈的都是啊，修行者啊必备的一些基本要件，基本要件。当然内容啊，那是还很多，不是说这样子就通通讲完了。这只是啊，您需要注意到的一些重点呢、啊。其实它还要有的，我们再往后啊，那要跟各位讲的那还很多。剩下来啊，就是实际执行的这个实践的指导了，实践的指导。那每一件坛城里的东西，法本里的东西，怎么变成你生命里的东西，这一个转变呢、啊、我们前面讲过叫做普贤恒愿力。这个能力啊，要怎么样去训练去锻炼，这个才是关键。我们要用功的也是在这里，那么真正难的也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没有真正看到真正的密行者啊、密仪轨的训练受训者是不少啊，逆行者那我们还没看到啊，在今天这个世界里啊，那个仪轨啊照搬一遍的人呢、啊、那是相当多相当多。真的能够啊从真理的立场啊去把自己的生命啊做一番锻炼来改造的，那这个地方啊要领都抓不到。我们在禅修里头啊，它虽然呢、啊、比较空旷，要抓到要领啊比较不容易，但是啊我们的这种训练方法是我们老祖宗啊流传下来的，很适合于啊我们的根气跟心性。虽然呢、啊、你不是啊一试就中啊，但是啊大概啊就在那个范围里头，那、以心观心呢、啊，来正真心呢、啊，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在运作上、啊、都很方便，啊、自心一处啊，大概啊摸索一段时间呢、啊，已经呢、啊、有点样子出来，所以有了消息呀、啊，你也能够感受得到，啊、只要你不急不贪呢、啊。那大概三五年的时间呢、啊，要有成就都没问题。但是秘法就没有这么容易的，啊，看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它有很具体的东西。难呢、啊，就难在你连上具体的东西以后啊，你脱不开，你就掉到啊这个漩涡里头去。要领要除啊，那没领没除你就不会修了。真的麻烦呐、啊，那么要谈成，还没谈成你就不会修了，昨天我们跟各位提到啊，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啊来下手，再跟各位展开啊，我们修法到底是在修什么？我们跟各位讲过，密法是从宏观向微观修，从宏观处下手，向微观处修。禅法是从微观处下手，向宏观处修，所以你不要搞错，每个人的坛城都一样的丰富，都一样的丰富。禅法是你自己本身就在坛城里，所以你大概什么都没看到。你从这里面向外看呢、啊，要有办法看到什么都是的话，那就是你成就的时候。你要留意啊，这个很简单嘛，对不对？你现在在禅堂里，禅堂就是坛城啊，从禅堂向外走、啊、看到啊尽虚空变法界都是坛城，都是四脉，那你就成就了。换句话说，只要你走出象牙塔就对了。你的正从宏观处下手，向微观处修。那么我们发现呢、啊，绝大部分的所谓密行者、啊、
从宏观处下手啊，都是向宏观处修，所以都是琳琅满目。他不懂得怎么修，所以每一次啊，都是坦诚整个的现前。那我们在这里告诉你，从宏观处下手向微观处修啊。昨天我们跟各位点到了这个重点了、那你要怎么来？你从佛门如何下手？从这地方下手可以，从法门怎么下手？这个地方下手也可以。而你要从三昧耶门下手也可以，你从结摩门下手也可以。那问题是啊，我们都没有下手处，然后啊就金光闪闪，锐气千条，什么境界都看到了，什么境界也不是，因为那都是虚幻的，都是虚幻的。因为你没有向微观处修啊，这一点是一个要领啊。密法 修行者啊，另外有一派人呢、那我供一个香蕉，我就一直想香蕉，想到香蕉变得好大好大，那不是神经吗？不是叫你关香蕉，是关得满天都是香蕉啊，不是这样关的、初步训练有这种情况啊，关一个东西啊，行住坐卧到处那个东西都在啊，那你就着相了，就着相了。我供一个东西，供品是在培养我们的性德，所以你掌握住那个要领。当你发生喜悦的时候，如何供养？如何供养？喜悦的时候啊，如何供养？喜悦的这个情境，你如何去珍惜？你要注意这两个，一个是珍惜啊，你懂得这个喜悦的殊胜。我们在喜悦的时候，通常啊，高兴笑一笑啊，就过去了，你不会珍惜，它就浪费了。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喜悦，所以你有这些喜悦啊，通常都只是一种刺激满足，那跟喜悦无关啊，满足了就好，所以你不会珍惜。你要知道，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在生命改造的历程当中啊，能够体会到真实意啊，那种喜悦啊，你怎么会轻易的把它放走呢？你应该会很珍惜，一再回味才对啊。所以当你在回味的时候，你就应该赶快的回向啊，回向就是供养啊，不是那念回向文就好了，不是，透过供养分享嘛，分享啊。那你不懂得这样，那就没办法了。所以你在供养的时候，事实上呢，要怎么样激发出你的喜悦来，这才是重点呢。我们通常一再跟各位讲，讲下去又不好意思啊、这个白面书生呢、叫人家花钱供养啊、总是说不出口的啊，你也有一种压力啊，又来了又来了啊，那你只好在家里啊自己滋长你的什么菩提芽嘛。那看有没有办法滋长出来。所以我们跟各位讲，当你有喜悦的时候，顺利如意的时候，那怎么样分享啊？就透过供养把它回向出去分享嘛。当你不如意的时候，挫折逆境的时候，透过它怎么成长嘛。每一次跌倒啊，我们都学到一次经验，跟使我们自己的生命啊得到啊非要成长的这种机会，你怎么样去进行呢？这个就是修行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告诉各位说，不管是三昧耶门啊，或者是啊这个结摩门，都是我们很好运用的地方。法门是真理啊，佛门是觉悟，那这个部分通常是倾向于本体。那三昧耶门是我们的恒愿，结摩门是我们的妙用供养。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如何去运用这些东西？你自己慢慢的要透过这个部分来提升自己，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要领。
那我们说啊，修法是在修什么？修法，法是真理嘛。那我在修行跟我在锻炼真理啊，在我生命中兑现，你知道吗？修法就是锻炼了真理在我们的生命中兑现。所以你在修什么啊？你持咒，持到有什么有什么？不是啊，持咒是透过咒语来锻炼了那个真理在我们的生命中兑现出来。所以持咒呢，是我们所透过的名让真理在我们的生命中兑现，这么样的一项工程。我念佛，那我透过念佛啊，怎么样让真理啊在我的生命中来兑现，这个才叫修法。诵经也一样，拜佛也一样，那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一切啊都一样，那你怎么来进行这一项工程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修。你要如何修，如何修？那我们前面呢跟各位谈过了，跟各位谈过了，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呢，就是你不要以为哦，修行是在一个框框里面修。假如说你修法，家里弄一个坛城，弄得很漂亮，可以比道场漂亮。那自己一个人始终坐在里面修啊，我告诉你，你也不会成就了，你也不会成就啊。你一定要啊与众相处，你才能看到人性是什么。而且你的坛城布置啊，它事实上啊是一个世界。你在你的坛城里头，坛城很漂亮，你很满意。当你离开这个坛城走到世间来的时候啊，那你处处不满意的时候，你的坛城是虚幻的，是虚幻的。你怎么样锻炼你走出坛城外面呢？是进入另外一个坛城，那就是我们昨天讲的用入，你要用入那个坛城了。整个世界活生生的世间呢，就是我们的坛城啊。你说你不要处众有可能吗？你出去看到一些众生啊，一切众生都是佛，都是佛。你看一切众生，一切我看拢是佛，那都是佛，地水火风的佛，不是佛菩萨的佛。你知道吗？当有人侮辱你啊，羞辱你啊，我告诉你啊，那一切众生都是佛，地水火风的佛，你不要以为都是佛。你是坐在那里面对坛城的时候，自己可以想得很美，天下如何如何。当你面对真实境界的时候，就不是了。所以你要怎么样子把这个世间一切众生纳入到你这个坛城里面来。那我们昨天跟你讲，一个是在坛城里头观入，所以你要观入啊，一定要在生活中来，你才能观入。同样你在生活中你要能用入，否则你根本无法入，你知道吗？我们很明确的这些情况一再的发生，您看不到啊。我们看菩萨坐在这里，都是这个样子，很慈祥很喜悦的样子。你没看到这边的菩萨，这个也是菩萨，清嫩疗养，一再的显现愤怒相。你大概从来不看他，要看了就可怕，你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你修行是用意识形态修的，用意识形态修的，用意识形态修的不行啊。你用有为法修无为法，那第一个就要先放下意识形态，什么都是你想的那个样子，那没有办法，你怎么去进行这个东西啊？你想想看。所以我们第一个
在训练的时候，修行啊是一种训练，训练啊真理啊在我们的生命中啊能够兑现出来。我们常跟各位讲啊，佛性啊在佛来讲啊是100%的品质，在我们来讲啊是100%的可能的兑现能力，可能的兑现能力，你到什么时候要兑现不知道。虽然再圣不争，再还不减，没错了。佛陀的宝藏啊，是100%可以拿出来用。你的宝藏也一样，跟佛陀一样多，不增不减。可是你现在就用不到，就用不到。为什么？你只是个能力，因为你没有经过实践修行啊，行是实践的。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啊，就是在实践。实践什么？要把那个真理的宝藏啊，在我们的生命中兑现出来啊。这个真正的关键跟要领啊，是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啊。然后我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这样在做？你抓住这样的一个宗旨啊，那么禅修的人啊，他要怎么修？他按照禅的方法去训练，训练啊，用他那个方法。训练那个真理啊，在他的生命中去兑现出来。那我们修密的人呢，是按照密的方法来训练，训练这个真理啊，在我们的生命中把它兑现出来，就这样。这个原则啊，你要不能忘记。一个修行者啊，你要把这一个当作口号一样的练下来，贴在你的坛城上面，随时提醒自己啊，你在跟人家论道的时候歪到哪边去了，你用这个出来兑现矫正就知道了，随时矫正我们自己的心理，不要有偏差，那你的知见呢就会完全的正确。其他的语言模式讲的不太一样那都无所谓，因为你的方向是正确的，知道吗？关键呢也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提醒各位啊，先把这个原则抓住。再来就是现在整个密法界啊，密法的社会里头啊，他们普遍存在的就是讲说，哇，修什么法啊？你修什么法？有这样的一种状况，我修观音法啊，四倍观音啊，红观音，码头观音，这个就码头观音了，普巴楚啊，打打滴滴啊，那就是码头观音啊。你这样的修行跟这样的训练对吗？有的说我修这个莲花生大士法或者我修绿度母那么在东密这边呢可能修不动明王法或者呢是修什么孔雀明王法准提法等等。好，你这个修法在修什么你名字讲得很简单，马上溜出来我修不动明王我修如意轮观音我修绿度母，修有没有用？没有用啊。为什么没有用？修那么多有用吗？没有用啊。想一想安慰自己，有了，修那么多年怎么没有？怎么会没有啊？有的是什么？效果是什么？你根本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检验你的生命品质啊到底提升了多少。我跟各位讲的是很实际的，有人常常这样访问如何检验是谁告诉你的？有什么东西？我告诉你，要是我师父会教我这些他就不叫我师父了因为他不会教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他古人这样讲他就这样讲他跟着人家讲他还能怎么样？我们现在告诉你的是，你要很清楚的你在做什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你讲的那种状况了。
你现在从宏观面下手的话，你有没有很清楚宏观呢？这些你清楚了，那你就知道你要怎么做。你修一个法，我常跟各位讲，不是观音法，就是念普门品持观世音菩萨圣号叫观音法。地藏法也不是地藏本愿经再加地藏圣号再加灭定业真言就叫做地藏法，不是啦。你假如说要来这样来讲的话，这些通通属于密法，那你就要完全照密法的规矩来修。我们告诉你啊，你根本没有规矩，没有法。光是我跟各位讲说结界来修法，你都没办法修啊！啊，一发愿啊，结界啊，53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就开始忘了，忘到53天才想到啊。你这基本的仪轨啊，约束自己的心啊，你都约束不到，你还能够修说你要怎么修吗？各位想想看。所以要修法已经跟各位讲一定有一定的仪轨，这个仪轨就是法本，法本呢、可繁可简，那你一定要有个法本。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法本，一个仪轨，你就照那个仪轨坛城很简单啊，你家里有啊，家里要是没有火烧菜的话，不然这里可以跟你结缘不要紧你自己就请回家去不要说我随便找个地方摆上去，白天起来床上当禅城晚上睡觉就当床了。当你假如是一个人在外工作的时候，这个方便可以开，可以开那你脚家里很方便啊，不弄一个好好的地方，很恭敬的来做这一堂功课，那这个是不行的。你假如说只有一个人啊，我现在那边几乎4个人睡一个地方，那每天大概只有1个钟头可以我自己，人家不会吵，那我没有别的，我就只有那张床铺而已，可以。那这个状况可以开，否则你一定要以很恭敬的心呢、来承纳这一堂殊胜的功课。你要知道这是你的生命改造工程啊。那么你修什么法无所谓，比如说我就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圣号透过这个媒介你要运用你的心，这些都是法本。法本跟你的坛城要怎么融入？你说我没有办法，我们宿舍里头就这么4个人4张床就只有一张放个热水瓶4个杯子的桌子而已，其他都没有，可以，那就是你的坛城。你就在坛城里面呢，就在坛城里面呢，那你能不能看到四脉？能不能看到四脉？你说哪有四脉？对，4张床4个人1张小茶几1个水壶4个杯子其他大概就是浴室里面的牙刷毛巾而已其他没了，怎么办？告诉你，那就是你的坛城。你从4个人当中能不能看到佛脉？从4张床当中你能不能看到3昧圆满？从那个布局当中你能不能看到法脉？从那个热水瓶4个杯子里头你能不能看到结膜脉？你看到的叫做抱怨脉叫抱怨我拍命我不好苦所以我没当修法，所以你不会用心。你地藏经呢，就算给你念破了也没用。你那透过那个媒介，你在这个坛城里，那你如何去转化这个环境？你的心平静下来，你功课这样做，薪水也一样，环境也不变，但是呢，你生活的情境啊，你的心境啊，会非常的高尚，因为你已经开始在转化了。可是你只看到抱怨吗？一再的抱怨，那你越修啊
就叫做越斗鸠，你只会斗鸠啊，不会成长啊。你就每次到道场来看啊、哦、道场传承真好，什么时候我才能够有一个，你不要去想那么多，你功课好好做，法好好修，那个因缘啊，前面我们讲的名家修行的境界、啊、它自然就会改善，它就会进步。在你现在的生命境界里，你处处怕人家伤害你，你就处处跟人家计较，你为什么伤害我，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对我那个这样，对那个这样，那你再怎么计较，你的生命品质就在那里没有用。你必须要的是啊，怎么样子去提升你的生命品质，从名家的这个地方去提升，去超越，这个才是重点啊，这个才是重点啊！不是说哦，我修什么法弄一弄没有用的、啊，大概你也只能够说那个法师哈、哦、是不是很有名啊？啊、哦，那个人是不是叫法王啊？啊，法王的师父是谁啊？啊、哦，他道场主庭在哪里啊？大概是搞这个了，这个叫做缘念的、啊，这个叫偶像崇拜。不是你法就你用心的方法，你知道用心的方法，你真理吗？你怎么样子把那个真理呀、啊、训练在我的生命里呀、啊，把它兑现出来，这个才叫做不可思议啊！这个才叫做普贤恒愿力啊！啊，大家都会念。我此香花银，供养十方刹，那、啊、这个叫做普贤恒愿力啊，不是这个样子。你要去培养那个转化的能力，生命中转化的能力。我们跟各位讲，从第一象限转化到其他象限的这份能力，你现在所看的物质界。物质界包括人事时地物，怎么转化成你的生命因素？但是外面的人事时地物啊，有善良的，有不善良的，有本质的，有恶质的，有杂质的，我们规范出这样的一个坛城来，全部都是我们生命中的本质，这里面没有杂质，没有恶执，那你通通朝正的方向来做转化，这个就是修行了、啊。所以你的法是什么？你在修什么的时候，你要注意你是怎么用心的，怎么用心的。所以我们昨天在这个地方跟各位讲说，那个因轮你怎么相交啊？这是第一个焦点呢、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法本跟坛城怎么相交，对不对？用因轮的能跟法本一，又达到了我们修法的一个标的。今天是因为我们找不到方法，所以你就落得这个样子。我修这个法，十轮金刚法啊。什么大手印大圆满没有用啊，因为那都只是媒介而已啊，他要的是你用心的方法。那你到底有没有找到你用心的方法？你没找到用心的方法，就你没有法门嘛。法门有没有用心的方法？门是下手处，你要进去的那个门口嘛，入口处啊，叫门啊。你用心的方法的下手处都没有，你哪有法门呢？你有的只是一般的民间信仰的那种拜拜，那种情况啊，偶尔啊也会有人呢、啊、修得不错，修得不错，偶尔，像广清老和尚就是这当中的一个，不过他晚年福报大，所以大家都认识他。为什么没人叫他？
但是我们跟各位讲，每一千个人当中大概有两个到三个自己会碰到，自己会碰到。你在你的生活中注意看看，有一些老菩萨他就很会念佛，很会念佛，但这种人不多啊，真的，一千个当中啊，两个三个会有，啊，而那种人呢，叫做宿世善根呢，宿世善根呢，我们常举这些故事给你听啊，绝大部分呢，都不是啊，一面念佛啊，一面发脾气啊。嗯，佛号一直念，持咒一直持，甚至于有的在诵经，诵一诵，诵一诵，他妈的都会出来。嗯，他嘴巴在诵啊，他头壳里头在气，气到那里啊，三字经就喷出来了。嗯，你看看怎么办？一面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又他妈的，为什么？因为他也是凡夫嘛，他不懂得用心的方法嘛。你看我们老菩萨，他怎么用心？你看他静静坐在那边念佛的时候，那你就看到那是什么，人家用心的方法是怎么样。啊，我们不是啊，我们在这边念经，两个眼睛都跑出去了。为什么？那方法，他有没有人教他？没有啊，他自己摸索啊，他自己摸索，你看他下多少功夫啊，花了几十年时间呢、啊。还有成就啊，那我们呢，我们就只记得早上啊打卡，晚上打卡，这个叫早课晚课。你的早晚课跟打卡下班上班下班差不多了，差不多了，那就是依赖着媒介，要笑根本都没有用心的，用心的就不是了，用心人随时你都提得起，随时都提得起。尤其诵经的同修们更要知道，它是法本。你要有一个很简单的坛城，就是我们一般家里的火烧餐，你不管说里面呢、啊、有妈祖啦、啊，有文昌啦、啊，有土地公啊，那不管，反正要有就对了。嗯，它是你的护法神将，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对不对？那三太子也不错啊，是吧？我万一你车开太快了，他才会跑过来，就叫你慢一点。所以你不必去在意，你一定要有就对了。你不要管如法不如法，你只要连这个都没有，那你的生活空间呢、啊？你直接就是你的大坛城。那你更要这样训练，要用入。那你有。真正的具体坛城啊，那你就要观入，那能观入能用入啊，你才能行入啊，那你没有的话怎么修啊？所以我不是夸口说我讲得很好，我们看看修行人有没有这份气质，有没有观入的能力，有没有用入的能力。那你在密法行法中都没有，你也不要问我说语出何处了，语出海云的阿达玛里面，你在外面都找不到这些、啊、古代的刑法有他们的环境背景，那些论师大德他们从那个环境背景里头去谈，我们现在啊，在我们的环境里头，我们要把我们的状况啊来告诉你实际修行的状况，不要死骨不化，我们真的在这个地方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要混来混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跟各位讲如何修的问题，我们通常要求啊是每天要做功课，这个每天的定义啊，我要跟各位再讲一遍，做一遍，你的每天呢、啊？是二六十钟啊，这个白天三十啊，夜间三十啊，那我们讲的叫做十二时辰啊，现在的话叫二十四个小时啊，你要做一遍，啊，每天要做。我跟各位讲啊，
第一个我跟各位做开进的方法，那就是啊，53天结界做一期，7天呢、啊，给你休息一下，去重整啊，你下一期要做的功课是什么？要懂得这种情况。我讲下一期的功课是什么？是法本可能不变，用心的方法可能不同，你要留意这一点哦。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法本可能改变，哦，用心的方法不变。你两个你要自己去试啊，我不会跟你强调说哪个法本的、啊，但是我告诉你要多用了、哦、用心的方法。看你要用心的方法，则一不变，法本一再变；或者呢，用心的方法一再变，法本不变，两个你要选一个。你不要法本也变，用心的方法也变，那你啊、哦、根本就不会修行，不会修行。那么坛城呢，你也随着你结界的情况，你去重新定义，重新定义。因为坛城有好几种修法啊，那等到那边我们再跟各位讲啊，这个增益法、爱敬法、息灾法、降伏法、招行法啊，那你要怎么进行？那个不一样，哪个法都可以修，但是你用心的方法要有，用心的方法要有。那你讲抓不到用心的方法，你修什么法都没用。很多人一学密啊，就要学大圆满、大手印，那个叫修大头病，都是修大的，都没有人要修小，也不想说你那么小。要带那么大，有个小朋友说跟他妈妈讲说他感冒了，妈妈说你怎么知道感冒？我感冒了。他感冒怎么样？感冒好像我戴爸爸的安全帽，这叫什么？头晕。他说头晕就是感冒。你差不多啊，一修法就感冒，都要修大的。都不想从基础来，你先第一个结界啊，53天一起，啊、哦，2个月一次啊、哦，不长也不短了，啊、哦，要懒的时候2个月后再来，啊、哦，那要精进啊，也有一段时间可以给你精进，也不太长，哦，也不会太短，刚好、哦、你椅子坐下去哈、哦，椅子可以热起来，啊、哦，不要说哈，去电电摩去修。这个都是啊，经过实验以后所发现的最好的时段。第二个哈、哦，我跟各位讲，你假如上班族的话，他的时间有周期性，你可能礼拜一到礼拜五很好做功课，礼拜六、礼拜天不好做，那无所谓啊，那就礼拜六、礼拜天不要做，不要做，你就放心的不要做，你不要带有罪恶感。好像欠三宝什么，嗯，啊，欠师父什么？我跟师父说，我天天要做功课，啊，结果礼拜六、礼拜天都没做。你这个时候啊，可能礼拜六、礼拜天要带家人呢、啊，做家事，或者出去旅游，或者种种的其他应酬，那不要紧，那你这两天呢、啊，就放下功课不要做，不要有罪恶感，啊、哦。修行人只要动不动就是罪恶感了，你也是标准值的人了，啊，顶多是修养很好啊，你没办法修行，不要有罪恶感，这个停就停，啊、哦。第三种状况，他没有一定的时间，有的是三班制的，啊、哦，而有的呢，上2天班休息1天，啊、哦，他上班时间很长。回到家差不多倒头就睡了，啊、哦，还有哪个时间什么样？连洗澡有时候都懒得洗了。那像这样的人呢、啊，他做功课不会稳定，那不要紧，你就3天有1天假期，那天假期一定做，那这个就叫一天。你3天当中才有一个时间腾出来嘛，那一天可能睡晚一点，睡起来再伸个懒腰，对不对？太阳晒进来啊、哦，门被窝里更暖冷呀，才爬起来啊，爬起来弄好了，
精神好了，那好好做一场功课。那做这一堂功课啊，你实质上生命中的资粮道啊，它就涌现了。那比你啊天天都做啊，在那边哦呼天抢地的痛苦的要命哦，那要好得多。那你就很潇洒这样做，我每三天做一次，三天做一次啊，这可以吧？哦，还有一些人，第四种啊，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确定啊，他什么也不要紧，你要记得，有时间你就做，搭车的时间、搭飞机的时间都可以做功课，不是不能做，不是不能啊，那你能不能做？这种人呢、啊，他修行成就的状况啊，会比一般人快，会比一般人快，但是他有个条件呢、啊。就是自己要去掌握好，有时间就做。那你说哇，我那种场合来念经不好看吧？不要紧，那告诉你一个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手书。你一有时间，不管在飞机上或者在车上，你就拿起来就开始念佛，十六红米，对不对？你就抓着它。人家可能说哦，这家伙太紧张了，一搭飞机就怕掉下去，啊。你不管他怎么讲，你现在自心一处，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海会活菩萨，飞机上、火车上都可以，你默念就好嘛。你心抓在这个地方，自心一处，这个时候啊，分秒之间呢、啊，你所做的功课啊，它的力量特别强。哎，你不要老是想到说我要到师父这边来，我才想到哈。哎，一年来一次啊，才想到要拿钱念两声呢、哦，第三声又忘记了。那不是，你随时要提醒自己，只要一有空我就做功课，一有空我就做功课，少废话，少打妄想。你用你的十六红米呢，去取代废话跟取代妄想啊，那我跟你讲，那功德是完全不一样。你打妄想，废话。是什么？是浪费呀、啊！生命是堕落的，对不对？啊，你没不但没堕落下去，又正面提起来，把你的生命品质往上提升，这不是很好的想法吗？哪有人说没时间做功课？是你没有心做功课，不是没时间做功课。所以不会有人说哈，他没时间的。只是说啊，他没有心做功课就对了，这样时间就可以跟你错开了，对不对？生活很稳定的人呢、啊，那当然每天做没有问题。我们现在的生活很稳定的人，大概只有一半，另外一半都业障鬼，啊，整天呢、啊、在外面呢、啊、奔波劳碌啊，啊、哦。结果整个心呢、啊，像空中的那种灰尘一样，没有办法着地，啊，快掉下来，快掉下来，然后又一阵风啊，又把它吹起来，等一下又一部车子过去，它又尘土飞扬，它没有办法静下来，是忙碌于啊世间的争夺，所以他没有办法做，他没有心做，不是他不能做，那你假如开始有这个心。包括第四种的这种状况，随时随地提一下提一下，红绿灯停下来了、啊，那就记得啊，一个红绿灯哦，那么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海会活菩萨可以念几遍。我告诉你啊，比你在那边打妄想，一直看呢、啊，有没有个洞穿过去哈、啊，这个功德要大好多，大好多。当你这些破破碎碎的时间呢、啊，都能够充分运用。充分运用哦，跟各位讲听清楚啊，破碎的时间能够充分运用，达到60%以上，60%以上，我跟你讲，你的生命就开始改变。破碎的时间呢、啊，要会运用到60%以上来念十六红米呢、啊，你的生命就开始改变，包括你的命运。你假如说哈、哦，我应征了5次哈、哦，有6次被fire掉哈、哦。那你开始这样运用、哦、
你一个月内达到60%以上了，你一个月内你的命运就转变，就转变。我曾经跟各位讲过啊，利用破碎时间修法，功德无量无边的，真的跟你讲，不止福报而已，不止福报。你有没有运用过？我用半年的时间，大悲咒持10800遍，你看忙碌不忙碌？成天都忙。我在哪里？在公车上，在电梯里，在等车，就在这个时间当中，把10800遍的大悲咒持起来。在这工商忙碌的时代里，我们追逐的事业，这样的环境中，一天24小时随时待命，在市场上奔波，你怎么做功课？那我发现我的命运就在那个时候转变，就是破破碎碎的时间，大悲咒常念一段，还没念完呢，忙呢，就不知道哪里去，无所谓啊，忙了就忙了，10800遍念完了，我跟菩萨讲，我恐怕常常有念一半段的哦，那个就算不算哦，啊，我继续再念，但是我念满10800遍，你一定要告诉我，我自己算了已经够了，不过算一算恐怕还不够。总不能欠菩萨，不过我也不愿都给你念就对了，我发愿就来，那境界就出来了，就你们讲的境界了，梦中啊，那个香炉啊，金光闪闪，告诉你要念佛啊，你都没有念佛，我去问我师父公那样呢，哎，光你都没有念佛，我就要念大悲咒啊，怎么念佛？因为大悲咒也是佛啊，光挂在。他说：“那你10000遍念完了没？”我说：“我念完了。”我跟他讲说：“你应该要告诉我。”那他就告诉你已经，他总不能够说你不要念大悲咒嘛，对不对？他就告诉你说都没有念佛，赶快去念佛啊！怎么会没有呢？很清楚啊。所以你要懂得啊，运用那个破碎的时间。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完整的福报嘛，啊，没有完整的福报不要紧嘛，对不对？那破碎时间来修行，效果非常好。我跟各位讲，在这个工商时代忙碌的人呢，你更要这样运用。所以你到底要怎么修啊？不是不能修，越忙碌的人呢，越能够降伏其心。在这之前呢，在这个之前呢，每天做噩梦，我才开始不到2个礼拜而已啊，不做噩梦了，也不会讲梦话了，就2个礼拜啊。我绝对不像你们啊，一定啊，福报那么大啊，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没有了。我骑着机车还是一样一直念了，常常骑过头就是了，因为我一面念一面要算几次啊。算到差不多的时候，那也照一下，再转回来啊。为什么就这个样子啊？你要能够啊，好好的运用，你真的有心啊，你就会转变，你就会转变。我们不是跟你讲100%都要用上啊，100%都用上，你就变神仙的了啊。你能够用到60%啊，大概你就已经卯足了劲，卯足了劲。大概所有的妄想你全部会放下，全部会放下。当然讲全部啊是有点过火一点的，但是你已经非常尽心尽力在进行啊这种训练，生命改造的训练。所以我跟各位讲，你不用担心，生命中有很多挫折跟苦难，你也不用怕。那怕的是你到底用心不用心，你有心没心去修行，这个是一个架构性的问题。希望大家把它架构起来，也不用怕，不用担心啊。这个是从坛城当中的运用方法来讲，你怎么样行入啊？行入当中包括观入，还有用入，
关注你没有这种福报，这是正法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那你万一没有这个福报不要紧，我用入这三摩地行，那很自然的这个福报就会现前。你说当年我跟各位何尝不是同样的想法，什么时候有个坛城很庄严的，什么时候，现在就有了啊，不止一个啊，对吧，北中南都有啊，那坛城不是很殊胜吗？那不一定要拥有我自己的放在我家里啊，这样放着大家用，那不是更殊胜吗？对不对？他觉得佛法很好，不知道哪一天有很多人一起来共修，那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吗？你有愿必成嘛。那关键是在于我们到底要不要这样做，你有心还是没心啊。当然我的意思不是叫大家说你发愿都要出家了，我当初发愿也没有决定要出家，我们不意思不是叫你出家，但是你一定要修行就对了，一定要修行。那个修行的方法如何修啊？你先把这个原则弄好，这个原则你弄好以后，后面要进行的部分不难，不难。我们知道啊，每个小孩子在读书啊，他不会读吗？不是，其实他是没有办法用心读，只要他能够用心读的小孩子书都会读得很好，那他就是不会用心，不是他不读，他要会用心读根本不要你管，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同学啊都是以前很会读书的，谁管你 没有那个妈妈拿个鞭子在后面等你，读不读我就打，对不对？不，没有这种状况，都是你自己读来的。可当你不会用心的时候，你就是不会读，就读不好。同样的修行也一样，到底你用心不用心，你要用心一定会成就，好吧。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讲。